过奏鸣曲吗？哎呦，开始考我乐理啦。嗯，当然有啊，不过你们在干嘛？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奏鸣曲呢？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曲目，接下来是由两位单簧管手为大家演奏勃朗克的奏鸣曲。哎，当然好啊，不过奏鸣曲在不同的乐派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方法。简单来说，奏鸣曲就是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所组成的曲子吧。嗯，听你这样解释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有听没有懂啦。那就赶快来听听郭璞和杰胜的表演就知道咯。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